其实这大家也在很关心关于就是说我们那个绿化球员的这个问题。在座的各位，我想大家也可能有这种户口从一个城市调到另外一个城市经历。本质上来说，其实这个程序性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难度更大，只不过难度更大。很多事儿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，我们也在加紧做。这里边呢，我们其实现在时间很紧，中间有很多因为我们碰到完全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事儿。在这里边，当然我们也得到了总局和相关的部委的支持。我们希望完整的国家队尽早的能够出现，越多的磨合时间可以使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在这里边。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这样一个信息的一个状况，一个信息的状况啊，请大家谅解。